这个的价格是3块2毛9，这个是虾片儿，它写的是龙虾片儿，龙虾片儿的，它这个是一个，这个六福好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台湾企业，它这个是3块2毛9呢，它是160克。然后是 Best Before 呢，是10月份，就是今年的10月份好像。对，这有 Best Before。这个像在这种单位啊，买这个食品啊，他都比较认真，有这个 Best Before，就是。这种它一定是有色素，它是油炸的。我有一次就是在 Oakville 湖边看见一个台湾中医，那年龄不是特别大，然后聊天的时候呢，就说我说的我也吃那个炸果子啊什么的，油炸的东西，他就感觉到非常惊讶。啊，你还吃那个油炸的，那意思对身体很不好哈。看来他是不吃这个，这是油炸的，实际上我也基本上不买。这个它贵呀，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太贵了。但是台湾呢，就是其实我71年的时候，夏天就在。舟山群岛那儿见过，那个在海上见过台湾人，我还记着他那渔船的号码了，叫荣誉15号，永远的荣，富裕的裕，荣誉15号。我们当时是那个执行那个任务，就是不让他们在这儿打鱼，然后呢，就给他。念毛主席亲笔写的《520声明》，打倒美帝国主义，及其一切走狗。《520声明》当时非常的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都会背啊